恶心。对啊，正常啊，搬就要搬啊。啊，还要这些东西，可是我没有。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微微想起来了。哦，会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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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既然可以坐电梯，我坐楼梯干嘛？运动啊，有时候地震停电好用啊。对啊，可以多爬一下啊。会想到这问题，对，我坐楼梯干嘛？嗯，哎，有了，可以炼金。那我做这些干嘛？那、啊、你怎么盖到上面去了？哦，这范围这么广哦！等一下，你怎么跟我讲，跟我想的不一样？你骗我！你这个东西骗我！哦，这里啦！啊，这边怎么这么广？哪边？不是不是，等一下等一下，不是你在看你的东西，我也在看我的东西。对对对对对。哦，我懂了，我懂了。这样，我懂了，这个我懂了，我会了，我会了，感谢感谢。怎么一大堆英文啊？好恐怖哦！你们是认真的吗？还是都跑来玩的？拔起来，拔起来，拔起来！工具要工具在里面。要不要挖起来、啊？挖起来了。哦，这里装饰啊哈，就这样啊，我懂了，我懂了，我会了。哦，它长这样啊。嗯嗯，等一下。这样，这样，这样，真的会了啦，真的啦，真的会了吗？你确定？会了啦！啊，这里有级数，就是说我可以看到最高等级的时候是多少？四级，四级的时候是长这样。哦，你的风车怎么朝里面？你的风车怎么朝那边？等一下，你的风车朝那边就不对啦。转一下，真方便。对，再转一下。我家门前有垃圾桶，真的很方便。哦，这锚点是要做，这锚点是要做什么的、啊？是村民会从这里进去吗？是这个意思吗？哇，风车的位置在推山吗？有吗 ？Shift 没看到。哇，我的游戏就写 Water 而已。掉啦！哦，会了啊！太多了，白痴！重来，重来。做跑图吗？没有，在家里。哦，我回来之后就看到有怪在咬我啊！他怎么死了啊？啊啊啊！他死了啊！做牧场就好。嗯，啊，我知道的，我要去团团家。你去我家干嘛？你要干嘛？借一些礼物回来，借一些礼物、哦、吧。你说你是说那个 哦抽屉，我需要抽屉了。哦，拿你拿你拿，我需要抽屉。啊，会了会了会了！哇哇哇，出来了出来了出来了！哦，会了会了会了！哈，你可不可以盖个阳台啊？类似这样子的比较好进出。被嫌了。我不要，这阿飞，这，你这个法师住这么高，不会怕高吗？不怕高，不怕高，上下楼超累的。你要不要考虑坐电梯啊，法师？我要啊，我这要坐啊。你法师你怎么可以坐电梯嘞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对呢是吗？哎、欸，对耶，不是啊，我丢完了，为什么没有啊？要休息了，晚安晚安。你站上面你会烧哎、欸。你不会烫吗？你不烫吗？什么烫？不烫吗？不烫啊！烫，装备也够耐久啊！啊，好哦，那你就慢慢在上面。啊，哦，哦，哦屁哦！你要怎么？热水哦，哦，舒服，热水哦。慢慢慢慢烧，慢慢烧。住台中可以住巧巧家附近，有点太远了。那些房租有点太贵，那边有点太贵了，你知道吗？对，主要是有点贵。哪边？巧克力那里啊？他那边、哦、对，嘿。哎呦，我才没有享受，享受。你跑不见了。
啊，你没有享受，我还以为你很享受。有啦，很享受啦。书上有写什么？我很享受的享受啦。有啊，他我有看得出来是有写几个、啊。有看这瘦有瘦对不对？对对对，我就是啦，不是啦，也不是哎、欸，没有瘦吗？不是，我已经完全忘记怎么用这个锅子了，烦哦。哇，所以到底有没有瘦啊？有啦有啦有啦，对，连场面话都不会说算了。有有瘦有瘦有瘦，场面话，先丢铲子再丢铁，好。啊！不要丢不要！再丢一次，不怪啊。哦，原来是我刚刚丢错了。哦。啊，对对对对对，去音乐家点餐。哦。你又想点什么？荧光石。哦。当初点的，他还没来。哦，所以我们刚刚从头到尾都是做反。双层纯牛。独特酱料加生菜，疑似洋葱酸黄瓜，芝麻油上去。你看，疑似洋葱，什么东西？疑似洋葱啊！所以它是不是洋葱？疑似洋葱，疑似洋葱的东西。OK， 音乐会，它到底是洋葱还是不是洋葱？哈，嘿嘿，啊嘿嘿，哈哈哈嘿，有了，怎么了？为什么又有精华？什么精华？什么精华？啊，理论炼金术啊！我会玩了，会玩了！哇，开台玩就是不一样。我需要我让雏菊变成向日葵。雏菊变成向日葵？被你的魔力池了。他说丢催化炼金催化器啊，有啊，我这里有啊，这一颗啊。哪一个？这个、啊、你丢下去就好了。哦，下面这个、哦。这个。你們这个、啊、它下面有花纹的啊！不打我，没有，我在直跟你讲这个、欸，不用你催化剂那个不用啊，我这个已经做啦、啊，这个已经有催化剂了、啊。我刚刚问有没有向日葵，你怎么没教我？啊啊！我刚刚在整地啊，把你家毁了，这么气哦！哇，这个真假的，双层纯牛肉独特酱料加生菜，你们没听过这个？污染很可怕。它有两个版本啊！哎呀，两个版本啊！即是洋葱、酸黄瓜、芝麻面包盖上去，好吃过瘾、啊。大麦克吗？还是麦香堡？麦香堡以前是大麦香堡，后来改大麦。对啊，大麦克都改大麦克。你们竟然没听过？嗯，我是没听过。还是动力火车的呢？团团也没听过。没有，他装的，他装的，他装的。是真的没听过，我是真的没听过。你们装年轻，装年轻，真是真的没有啊！又在装，又在装，真的没有啊！装，这虽然是啦，是啦。有人说芝麻面包爱上去，我就是爱大麦克。哇，有人讲出来了啊！那个是后面版本的、欸，对啊，啊是哦，是后面版本哦，嗯。居然吗？以前有那个什么，在德莱树，你只要点餐的时候面试这个，他就送你一个大麦克，这么爽啊！是还是送还是打折忘记了？那时候我就记得那时候小时候送也太开心了。然后我妈叫我念给那个外点餐员听，我就拿了一个大麦克了。哦，真棒！免费，你竟然没听过。有点卡，我矿挖不起来。晴天娃娃会挡路哎、欸，哇，这么大只哦！那个晴天娃娃这么大只哦，卡哎、欸，卡一下卡一下的。啊、okay. 哦，现在都已经是 shift 都可以直接看到了，改超多。什么东西？这样子就是。奇数啊，奇数以前那个每个物品不是都有属性吗？它、那个属性不是就是你要自己慢慢一个个去发现，那、啊、现在全部都是你前期就马上看得到了。那可能应该是其他模组辅助的关系吧？也不是哦，因为以前是要拿那个镜子去照物品嘛，然后你才能得到说它是有什么东西嘛。嗯，然后现在是完完全全我就照它那些东西反而没办法照，你不知道那个东西，然后你却看得到它的元素。对。就是我因为以前不是要一个一个慢慢照吗？
是啊，他现在不用了，他现在不用，他现在全部都直接跟你讲好。我觉得应该是其他模组辅助到他，所以就直接知道，不然应该没有。可是你知道吗？因为之前我们要收集的那些元素，不是收集完之后要拿来写发现法术吗？嗯，现在没有这个东西啦，对，改掉了。以前不是还要连连看吗？那个连连看不见了。嗯，对啊，全部改掉了，全部都不见了，不见了，不见了。你里面是有安德森怪砖是不是啊？有啊，我这边有啊。这种你会有啊？就找到的啊。地牢有。有哦。嗯。有。我那拿一个，现在在杰克那边。好，去哪里啊？有人迷失方向喽！啊，刚刚晚上我没有照星象，可恶！有人也记得啦，那时候是唱完就送一个大麦克。有啊，那时候我是送，不是打，是送。不敢讲。果然，你看，果然这个我还是很年轻的嘛。人生第一次的 KFC，真的假的、啊？居然有人长得这么。老吃过，没吃过那个肯德基啊，就像有人也没有坐过高铁啊，那个没有，不，那不一样啊，那不一样啊，等一下，高铁太贵了，这月还好吧？嗨，家外面这一层，你家下面这一层是自己挖的哦？哪一层？是有在哪里？生长加速器下面。哦、对啊，我挖的啊。啊，我等下也要挖这个嘞。你要挖这个干嘛？为什么要管那么多？不是啊，我只好奇嘛。没有啦，因为那个啊，是什么怪物方尖碑啊，它就是整个创壳的都是那个啊。哦。想用、那个、是我自己挖的啊。那个的话，是你连楼下全部都会影响到啊。就一整个创壳都是。对，所以那天杰克就是史莱姆生怪砖那，史莱姆平台那边全都是怪。好恐怖、哦！我想说，如果原生物种的话，就用那个；永生怪砖的话，就不要用。嗯哼。发现一个很好笑的新闻，什么很好笑的新闻？啊啊啊！是不是有点卡、啊？我没有，对，没有干嘛喽？是真的蛮卡的。因为我这转换法杖本来应该很快就转换完了，结果它一个一个转好久、哦。我觉得是网路被吃哎、欸，因为我们现在我连 DC 都有一点点的小小的小电音，我也有微电子音。对，我没有哎、欸，有人在载东西。我觉得是你们那边哎、欸，可能是在这是我们那边顺顺的。记忆也能替换吗？不行啊，记忆能替换太强了吧？对，没事，我这个法杖记忆可不可以代替？反正你看是直接换好还是卡卡的？延迟，瞬间、啊，一下一下，一下一下，你也是一下一下一下，对，它就是一个区域。分三个部分再消，嗯，先前面再来，中间再来，后面。照理来说，应该一瞬间就好了。欸、它也是一格一格换了、啊，但是它不会卡一下卡一下，它会顺顺的一个一个一个换。然后我现在又可以自己飞了、欸，天啊！嗯，你怕这不是你家，你给我离开！包起来不是给你住的意思，给他住一下嘛，不要住一下，不要，他想住啊，给钱啊！你可以从他身上掠夺一些东西，但是你给他住嘛，那个太不值钱啊。快点到极致，差不多了吧？什么极致啊？玩到差不多了吗？
三，怎么了？刚才什么声？是什么声音？我听到那个电子音，电子音了。对，超级电子音，大家都超级电子音，怎么了？哇，网络啊！我们是不同次元的，我要多讲话。我们在讲什么？你在讲什么？我在讲什么？电子音是完全听不到，还是会卡卡的？哇，这电子音，天啊！电啊电啊，好电啊！电电电！天啊！哇，这段我真的要剪出来。我们在不同时空。好电啊！好电啊！在干什么？他其实连声音都不见了，真的，哦、超级电子音、嗯、，QQ 了，超级电子音啊！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我的箱子怪怪的、啊，救命啊！今天差不多了，差不多到这边了哦，这就是我们要搬家的原因了啊！嗯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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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这个就是我们要搬家的声音是这样啊！为什么有尖叫声？哎天哪！我了解吗？啊！这个就是要故意假装那个机器人有沒有啊！这个声音，哎、欸，翻，觉得该把这个运整个拆掉哦，让它直直过来。啊！翻。在胖啊，胖需要一个电，这个东西是什么？超级电子音，天哪、啊！啊，是不是好一点了？哦，突然好了，听啊，一到，哎、啊，一啊，超级电子音，天哪、啊，这个声音，嗯啊一啊，它有什么？啊D R D R C H 什么火把？他们有火把？他们有火把盒啊！感谢礼物，他们有火把？哦，你要火把？哦，我把石英碎片丢下去，好，就很像是他们三个在整我，这一个很懵逼，在那边听他们这样讲话。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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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整你，这是真的。我真的是听不懂哎、欸。我知道啊，超级电子音刚刚。石灰岩。啊。电子乐听。放人的炸米雪好硬，你不是说把它放冷，那热东西一定要放到冷掉吃。感谢蓝瓶的火箭，感谢。耶、yeah, ，我也有火箭了，感谢火箭。耶、yeah, ，火箭，箭，火箭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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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箭。火箭，火箭，哦，哦，怎么了？哦，这里非常有趣。哎呦，我明明没做什么，我是最没做什么事情的人。什么东西？可能有人讲话用别个国家的语言讲说这里非常有趣。哦，我说我这边是。最不知道干什么的人呢、欸？哦，我的击退棒棒竟然没有用，击退 no 棒棒，啊 no 棒，我去多磨一点。哎、欸，他进那家那边磨是比较快、欸，原木，嗯，原木，对啊，是比较快。怎么做眼镜呢？好，哦，我摆错了。你摆错了，耶！蓝瓶西瓜，瓜瓜瓜瓜，这怎么戴啊？我想戴，哇！我不能戴帽子啊。文杰，怎么又感觉有点电子音了？哦，没有，是绞碎机吗？好啊，绞碎机啊，打粉机。这里吧，就
耶、yeah! 哦，会用这个建筑棒棒了，太棒了。然后哎，他不是差剩一根火把吗？他怎么不去装甲、啊？哎，你不是剩一根火把吗？最后一根火把为什么不拿去放啊？你真的是要电不电的边缘。拿去放啊！你的火把拿去，去做事，做事。做事情，重启，早起，去做事。没、到底要不要做事 啊？重启成功，你就剩一根火把，你不去插。我去插火把哦，插！我就不想插，我觉得火很漂亮，不想插，不想动啊。就插那个火把，一插下去，它马上房子盖好了。我手还要放下去，很累，好累哦。放下去，我想要拿着一下下嘛。对呀、啊，拿什么一下下？我就是想拿不到魔粉机。是。十八、二级、十二、三十六、四十、二级，我找不到魔粉机在哪里？魔粉机就刚那个打粉机就是啊，啊，那个不能磨吗？对，如果不是的话，就只有那个 RF 的另一台那种魔粉机哦，好吧，只有高斯牌这个，对啊。哎呦，这个比较慢啦、啊。哦，你这也要转这个、啊？这个的，这个你试试看啊，这可不可以？没有啊，哎、欸，你的那个啦，什么加速什么？啊，加速？加速同条？什么东西？加速？没有，你刚刚地上那些。等一下，你说我跟李月借来的那个。